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一台非常厉害的车，在现场。我们先请这个型男来带我们看一下。对，这台车呢，其实我第一眼看哦、喔，就觉得它是不是一台 Rav4，小 Rav4。对，小 Rav4，何谓小 Rav4 呢？<laughs> 你帮我们解释一下。原本车型我觉得蛮多家族元素，就蛮类似的。对，其实就是在台湾现在最新的国产 Toyota 旗下的 Yaris、嗯、Cross。这台是 Yaris Cross 吗？我完全看不出来。没错，对对。那其实今天介绍这台车的重点，我觉得大概从。 五六年前，我们常常去，每年都会去这奥 o 沙龙，就会发现日本的改装风，除了一般传统动力改法啦、嗯、这一点的很多的一些修旅车开始会玩今天这台车的这一种所谓的凹斗风、嗯嗯。对，他不见得车主真的喜欢。 像猫 y 一样喜欢上山下海。我说不是真的会不一定哦，他不一定真的喜欢，就是他他喜欢这样的氛围，把一台 Rav4 啦，甚至 Adventure 这样版本，或者是把 CRV 啦改得很奥斗风。那今天就是跟大家来介绍台湾，应该算是我愿见过台湾第一台。对，yes Cross 观众。因为这个 Cross 其实在路上其实我们比比皆是，其实真实肖像非常好，蛮多的。但这一台应该开出去非常吸睛，因为只有唯一他这一台。对，对，他到底动了哪些东西呢？他基本上就是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奥。 高豆风，然后以黑化。嗯、对哦，他其实车主是来自高雄捷威，他们在两三年前也有来过节目，他是改 c o r o l a Cross、嗯、哦,哦，一台这个黑武士，也是全车黑化，所以他特别爱黑的，还有他很喜欢丰田的这些修理车的车系的玩家。嗯、那这台车他的作品除了黑化，你在外观车头就会看到所有的相关的这个牛头牌的 logo 啦，而且呢牛头牌 logo 也已经把它黑化,全黑化，全部黑化了，然后包含了一些小地方的细节啊、哦，嗯、譬如说这个灯具的上面。 的这些哦，失调，然后在这个保感的部分也可以看出来，跟原厂其实路可不一样。对，它是所谓的在印尼有这个 a r i s Cross 的 GRS Sport 版，跟我们台湾这个阿 t 斯一是一样，在印尼当地有出，所以他就买这个包回来，直接包含前、中、后，它是从印尼直接进口到台湾，然后把它安装上去。对，可以跟台湾的这样的版本去吻合。对，因为它车型是一样一样的。然后再来的话，基本上这一台哦，台湾的话有时候享乐、酷洞潮玩三个编整。对。 那车主当初特别是选中阶的、嗯、哦，这个酷动版，那是七十五万，嗯、跟高规大概有七万的价差，要留一点价差<對>自己升级。对，因为他本身就对这个车很熟悉，嗯、所以他也就一方面也做一些套件的开发测试、嗯，所以他故意买了中阶的酷动，然后等一下就看到有一些配备其实是比高规。 更多的丰富的配备、oh,，OK，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车头跟侧边。对，那侧边的话就会看到这台车，我觉得就是我们一再讲的凹斗风的重点啊。<哇>其实一个元素就是胎圈，跟我们以前一般房车改、嗯、通常都是先。 降低，降低，rar, 对啊，大隔一到两级。它这个避震器有改吗？呃，避震器基本上，因为你要凹豆撑起来的话，一定要先加高，<Okay> 但它不是我们常见的什么气压啦，嗯、或者是 HiLoKey 都不是，嗯、它是单独改减震筒。 Oh. 那大家会说，那怎么单改减震们一般印象就是说，哎，弹簧其实会决定车高。对，那其实它就是借由减减震筒固定位置，让它本身车高大概加高两公分左右、嗯。其实蛮好看的。对，就是配合这样的比较厚的、比较胖的轮胎嘛。嗯、原本是二一五六零十七的配胎，嗯、现在就改成了二二五七零。 十六，嗯、然后再来看到侧面，它也有一些配件，<對>像这个、哦、呃后视镜外罩啦、三柱<對>式，然后下面也有一些呃流水式的方向灯，嗯、让你打起来、就是。而且以前这个其实是为了防刮啦，因为经过一些树枝之外的防刮这样子。<棒> 然后这台车我们除了讲了胎圈升级这样的一个凹豆风，<对>再来的话凹豆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哎、oh. 背书包啦<对>这样。那这台车基本上也用了蛮多心思在车顶的部分，嗯、除了有这个 wish bar 的横杆，前后两根横杆，然后加上 ino 的这一个行李的托盘，嗯、然后在上面就是所谓的战术箱 r o l 都是一些露营件。 这些蛮高端的品牌，请问一下，它里面有装东西？它基本上没有了，我上次就把它拆下来，是空的，就是空的，就是为了好看。对，那战术箱其实除了当然实际有债物功能，可以仔细看一下。你到露营可能要来杯饮料，来瓶饮料，直接就可以开关。它直接可以开它两边的。其实这个在车区也用得到啦。当然旁边放个椅子，可以开，不用再带一个开关。而且它前面那边是不是还有排灯呢？那是会亮的吗？灯的部分，我们直接先把车的这个电源把它过电。 所以它那个灯除了 look 以外，直接还是真的会亮的。对。那我们现在其实看到它这边有一个直接无线的这个控制模，哎、欸，这个很棒哎、欸。对，无线的。<對>那我们中间就直接把电源先启动。对。然后它会变绿花，然后二的话就是中间的。中间、哦。两颗<顆>。哦，亮了。哟，亮了，非常刺眼。反應,反应还蛮快的。这个路上如果看前车<對> <laughs> 不顺眼，不要乱闪。对。好，那如果关掉，我们再开四的话。 它就是黄灯的一个定位灯哦，就是破雾灯啦。对，破雾灯、定位灯，然后就把它关掉。基本上就是很方便一个无线。这个真的不错。控制模其实早期我们在玩这个呃越野的时候啊，为什么这个都会有一个外外面控制的？以前有个原住民有跟我讲，因为他们要打飞鼠啦，他们都会带着，然后带着那个猎枪有没有？然按，然后照到飞鼠了就嘣嘣这样子射它。所以他们都会有个遥控，就更方便。对，更升级的，它还有那个像潜望头会会转来转去的。是，所以这个确实我觉得蛮到位的。OK。 然后再来，其实看到车内的部分，嗯，我觉得它你仔细看，其实也动了蛮多的小东西。<是>譬如说，从驾驶界面的方向盘，它的方向盘是不是哪里不一样？你怎么看都觉得有一点帅。个叫做我们现在台湾蛮多改装车看到叫细火方向盘，嗯，上面有一点这种卡泵的材质，然后整个的握把三点九点的位置的握感都不错，更运动化。对。其实就是一个骨架，把原本的现在车几乎都标配气囊嘛、嗯、，ACC 啦、嗯，对，这些头套 c p t 没有人会希望把它废掉。嗯。以前我们改装。 可能就是改一个某某什么 bug，就是很禁忌。<對>那现在这些便利功能不废的前提下，嗯，啊、呃、前提之下就把它沿用一个骨架，嗯，沿用的原厂的这个东西，把它换到新的、哦。所以它等于它的气囊作动那些都是都还是跟原厂一样,<正>樣，ACC 都是一样的。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新世代的一个改装品的对应。嗯 然后再来看到的话，就是在我们这个呃主机的部分，它主机好像变得比较大、<后><对>比较宽哈、哦。它基本上就是十二点三寸的，我们常常讲就是安卓机，<对>但是中文的界面。嗯，那安卓机其实它就衍生了非常多周边的延伸，是哦，比如说它，比如说它可以下载一些 App 使用之外，<对>然后它也整合了像车内的三百六十度的环境啦、啊，嗯、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它是买中阶的，嗯，所以它这些配备原本是没有的。哦 做三百六十度环景，等于说它有了这一台之后，就是所有东西可以整合进它，这就有点像一台平板电脑放在车上的概念。对，三百六十度，然后相关的配备。嗯，然后再来看，我们现在门打开，其实也可以看到了，有、呃、这个氛围灯。哦，它的氛围灯。那原本 a r i s Cross <对>也是没有氛围灯的。对，它这个后座也有吗？后座都有，我们,我们可以打开。 欸，它这个四四个全部都有而且是蛮蛮亮、蛮漂亮的。它主要就是四个门跟座椅地罩地的部分。对。那它还有一个比较炫的功能，就是所谓的声控，可以声控。对。那我就稍微靠近一点，跟他就是我开车的时候跟他用讲的。对。那我可以来做一你要跟他讲什么？你先叫醒他，就你好，氛围灯。有什么可以帮到你？黄色。好的。绿色。好的。蓝色。好的。爆闪模式。 哦，还有爆闪模式、欸，对，还蛮就直接蛮直接，而且看到这个爆闪，我觉得它是不是有一个功能，它可以跟着音乐律动？当然也有哇。对，那如果你今天是听到音响的部分，<coughs> 嗯、那其实讲到音响，这位车主也是非常重视。 哦，音乐的相关感受。对，那比如你可以从 A 柱的下方会看到有一些高音单体。对，我刚才看到它的那边有一些线，这个线是做什么作用？就是副驾驶座下面就是一些音响专门的音源的电源线，然后包含高音单体，像我们刚刚讲整合的安卓机，对，甚至到车后等下都会看到它其实音响的。因为在现在这个这个世道，如果还愿意去改这么多的音响，应该是一个爱好者。就很喜欢听音乐的人吧？对，OK，而且要有爆闪灯搭配，它可以在车上待上一整天呢。好，对，然后后面的这个是不是一点一点？ 这也是 look 的部分，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西柱、地柱中间的这个小三角窗的一个点，它就是一个饰板。然后再来看到车后的部分，其实它有蛮多的一些空力配件，比如说最上面的这个尾翼比较大地方，上面就是一个尾翼。然后，包含尾箱门的中段也有尾翼。哦，怪不得我觉得它看起来就是有点不一样。对，车尾其实就比较运动风一点。对，它等于有两层的导板。两层的尾翼，然后包含一些黑化。 哦，头塔的 logo 包含智慧，全部都黑了。然后灯具部分就是用贴膜的方式把它做黑化，然后它也把这个后雨刷都废掉了。OK，做一个比较哦简约风。而且它这边也做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贴起来，不会说一个洞在那个地方。车尾就变得很简约风。然后后包也是刚刚讲的印尼的 GR Sport 版，基本上。然后再来的话，我们讲说中阶嘛，r o 力士原本是没有电尾箱门的，那它其实也透过之后的加装 JHY 的。 电尾箱门，像我们刚刚讲的安卓机啦相关的配备、欸，这个我觉得它应该是最应该增加的配备，所有的这个车主都应该加这个，还不错啊。它原始是没有这个电尾门，原来、嗯、这个版本它是没有的、哦。那这个这个版本电尾门加装，问一下要多少钱？大概也是一两万块，一两万块。就是对，其实这个这些钱在买车的时候先省，嗯，然后针对自己的需求再去配不同的东西。哦，这个还蛮超值的。对，好，那它后面还有什么东西吗？后面基本上看它行李箱，其实包含这个椅背也蛮工整的，也有一些。 这个卡固的这种脚踏垫，嗯，那把它打开看一下，后障板拉开。哦，刚刚有讲就是车主哦，菲费他非常享受音乐，然后后面也有从前面一直延伸到后面的这些扩大机啦，然后木工的重低音音箱，整个都整合在这个部位。哦，对，所以我覺得上半部行李箱的功能，应该都够用。了。黑熊王金线从电视荧幕标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市报道，年底 o t a 的全景车速力量，我们现在试驾就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气压频道你也看不到的，踩下油门，地藏机线邀您一起上线。